大家好，我是韩家呆子，我们和萌叔真眼。哇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拆餐具盲盒。这箱多少钱？215块钱，在网上巨火，可以拆到各种各样的餐具。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拆完之后我们家要这么多碗干嘛？是不是你妈不是很喜欢一些漂亮的碗，瓷器吗？这桌这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都可以。那希望可以拆出漂亮的碗吧。大家可以刷一个弹幕，你觉得今天这个瓷器盲盒到底是血亏还是血赚呢？说实话哇，真的巨重，215块钱含运费吗？就是215块钱就寄给你了，说明这里面的瓷器可能连100块钱都不值。这个运费我觉得可能要花50到100块钱。这不会是外贸被退回来的瓷器吧？不是，它本来就是卖给你的瓷器，挂了两个名字盲盒。都几岁了还这么天真。嘉诚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一个选题的？家里没碗，这炒饭要用吗？看看我能拆出什么吧。哇哦，看到什么了？不错耶，真不错耶。哇，你看这里面整整齐齐哎。这条视频发完之后，点赞只要超过1000可以免单。他说晒图的时候请不要把这张卡片放进去，一个个看吧，大家可以来领杯子，先到先得哦。如果有两个人同时看中一个杯子该怎么办了？打一架。我拆出的每一个大家可以刷个弹幕，到底是美还是丑。第一个，3、2、1，没有人想要。你要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杯子啊？你这那是虾吗？它就是个杯子，上面是个毛。海盗船杯子，这样他们有个名字吗？导流拍。真的不想要吗？下一个你们一定喜欢，小粉杯。这个有点像花盆，它像狗粮碗。这也没有人想要吗？好，砸手上。完了。小绿波，很高级，这个绿色。这个可以当碗。又安静啊。是好看啊，这个绿色的。青山行绿色的碗，你妈肯定喜欢。它可以当你的帽子。谁想做我的妈？实在不行就这样，非常的棒，这个颜色，小心小心。嘉诚也不要吗？我跟你讲，最后如果他们没有一个人要的话，这个就砸你手上。不要钱，你走好吧。下一个很棒，哆啦 A 梦同款。Where is 哆啦 A 梦？这个蓝色，蓝白相间。啊，这个好看，好看。这也没有人想要吗？这个还好，说不定之后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。那我要，我要。好的。我喜欢你这种碗尊的感觉。绿色的碟子，你确定这个不是它的盖子吗？你确定不是它的盖子？再来，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啊！买一送一。它内有乾坤呢。还有什么钱？那是灰啊！我以为是画呢，你看这里面。这不是，不是灰，不是灰。烧出来的纹理。对，好，来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纹理？你知道真的很像是我陪葬品，这是挖了掘了我的坟。这个可以让我们办公室的人学习书法那个研墨，你喜欢啊？就等你这句话了啊！下一杯真的大家要抢，你每个都这么抢。哇，爱心杯，有缺口？什么缺口啊？哦，真的呀，盲盒嘛，但我证明它不漏。这怎么证明？你怎么证明呢？还真不漏。下一个精彩，什么？第一件大件来了，不期待吗？哇哦，哇哦，焗饭碗，真不错，它真的不错，它可以焗饭，是不错，但是我们也不在办公室里焗吗？谁在办公室焗饭呢？可以带回去，还不要吗？这个碗不错，你们想要的不给。青花釉，里面还有花，留着吧，留着吧。网友们评评理，他们没眼光就算了，我不相信是满弹幕的丑。来下一个，乖巧可爱碗。好我都听见了，太大声了，刺耳啊！说实话，它不印花还好，是真的。它纯白还是卖的更贵一点？有没有属兔子的？兔子碗，我们都是兔子啊！必须要拿走了，这个必须要拿走。来，小薇你第一个。好脏的碗。薇姐别这样，好事成双。万一工作状况不好，还有个第二份职业。我斜杠青年。还有谁是兔子？还有。阿青想要。阿青也是兔子啊。这个好看，太可爱了吧！不得了，谢谢你。这个有点像类似于动漫卡通联名。阿青拿走，这是有祝福的。大家确实开始疯抢，场面一度混乱。赶紧下一个。简直在疯抢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这个真可爱，有没有人属恐龙的？嘉诚想要的不得了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恐龙是可爱的。Dinosaur 小恐龙碗，我求你快送给我吧。拍他表情露脸。我跟你讲，用语音不丢脸，这样露脸说，求求你快送给我，你拍一定要拍，快拍。你不说我不送。
那我不要，那我不要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场面混了。刚刚他很诚恳的，摩斯密码碗，给宝宝，给宝宝。他真的很像流浪狗。走什么走？我不要。他居然还有第二层，真的像在掘坟，还没结束。好值啊！我越来越期待，感觉这两个……哇，萌叔是什么地位啊？陪葬品这么多。怎么着也是个王侯将相了。这个艺术哎，这个真的好。什么？真的好，不开玩笑，我天打雷劈。他如果没有艺术感的话，我会生气。椰子壳，哇，这个我喜欢。椰子壳啊，朋友们，是真的椰子还是瓷器啊？真是椰子壳磨的，很高级哎。这个真的很高级，比如说吃一些甜品。好渣哦！就是真的很像脑子长泡的。接下来全是大件，你们会爱不释手。接下来大件你们一个都别抢，真的。真的吗？来来来，拿出来第一个。为什么还有一个恐龙给康康？康康给你凑三个来。凑四个吧，家里四个人。要四个是不是？来第四个。跟家里人问好。黄板哦，这还有英文字呢，怎么读了啊、oh, Daisy 唐老鸭哦，雏菊啊。我以为是唐老鸭老婆。这个碗我曾经花钱买的。在那，这是我买的，这是这次抽的，这真不错，你们想要我都不给。哇，这好看，可以当果盘。马上中秋了，一起赏月，这个真不错。它可以当镜子，来给小薇。不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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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于话多。下一个，我觉得这个盲盒可以呀、啊。我们从来没有200块钱买这么多东西。虽然得不到我们办公室人的喜爱，但是它已经算是我抽盲盒里面最赚的一次了。哇、哦，这个釉做的真的好。哇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什么颜色？说出来。釉色。请问它是紫色还是红色？哎，给康康香芋色。来来，哦，这个名字好，这个名字好。哇、哦，有点像剑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真的好看，给嘉诚，嘉诚你还能要吗？现在是第一个说话谁倒霉。下一个真的好看，我怕没人说话，有一种动漫的感觉。速度线，对，你不管做的多难吃的饭，只要放在里面，就好像吃的很快，很激动。对，它会有一种激动的情绪，就像漫画吃饭的感觉。对，都哑巴了。都哑巴了，嘉诚。哦，又到嘉诚的番一半了。这是一套。这一套不带回去吗？这一套起码9.9块吧。还有，我都累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他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缺口是故意的，还是意外憋进去的这个。哦，我觉得这是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。哦，你看背面也很好看，你看中间有一条线，代表了他做人的一个准则。准则是就一根筋儿、哦、我以为是泾渭分明两不相欠。有没有人想要的呢？这碗可以回家掷飞镖。哎，小猫咪啊，很可爱。小熊真可爱的啊，但我不给了。哇，招财猫。小猫咪，小兔子，小熊，还有个小菠萝。这个很夏天哎。你妈不是要来吗？让你妈怎么摆一下。我妈看不上这种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妈喜欢的餐具。孔雀。你们把刚刚嘉诚那套拿回来收下。真的，我这个是工笔画呀，而你摸是雕的，它不是印刷，你摸。哇哦，这只孔雀它是有鳞片的，还有这种不规则的玻璃碗，高级吧？你妈用这个来装什么了？可爱。还有，这一碗我真的不知道待会怎么放。我们出去摆摊，我问人家套圈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出去摆个套圈摊，一个圈套一个碗。你们说到我真的可能会拍这种视频。真的去套，等天气凉快点，我们去摆摊。嘉诚，你别笑了。嘉诚，接下来这一个时刻，你要等着我。嘉诚的高光时刻。是的。又来了。哇，兄弟重聚了。哇，这遗失的美好，高级，还得转，你知道才显得高级。能干什么呢？这个。你在问什么问题？问得这么深刻，我回答不了。还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机会不多了，最后一袋。小猪哎！哇！它是这种黄色盖子的。你把举起来。哇，这个很高级哎！赚了！这个锅真的好烫。广州人，你们谁是广州的？嘉诚在广东上的大学。我不给。这个锅你看，真好看。这个很高
起哎。二磨砂黑的，这个真好看。没了。意犹未尽啊？还想要啊？有一次怅然若失。造孽啊！这些盘子怎么办呢？嘉诚，你盘子也拿走。好。说实话，你觉得这里面最满意的瓷器是哪个？最后那个菇。说实话，你给我215块钱，我是不可能买到这么多东西的。亏倒是不亏，但是用不到这么多碗，只是觉得没用。对，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爱你们啊！不，